在日本都是这样，很多地方都是这种餐券啊，你要在这个餐券就是点来点去，然后要付费，有点类似就是捷运有没有？你也是点来点去，然后付费，然后就会拿到一个币，对，然后透过那个币就可以来换取食物、饮料。哎、欸，我要买饮料。日文 very 困难，要有武士的精神。他这个视角有时候都怪怪的，真的是很可惜啊！一宿绿茶可以解毒，麦茶可以治疗烧伤。咖啡可以治疗冻结，好不好？大家这个饮料的作用，平常有问题就喝饮料就对了。这是什么应援团吗？田径跟拉拉，温度谁太小了？是。加入啦啦队，加油加油加油！武道社，可恶，不能去踢馆。游泳池，哎、欸、啊！游泳池进不去啊！最重要的游泳池没有必要过去。游泳池很有必要啊！我也想去游泳池啊！还没放，学校好像还没逛完、啊。为什么不能去泳池？啊，大热天游个泳，合情合理吧？我跟你聊过吗？他好小萌妹，理想中的姐姐。他是喜欢女生的孩子吗？嗯，太可爱了。哇，我想要吃他的点心哦，亚美。哈兹哈兹，糟糕，我们的选择真的很多。惠波小姐，福利社，请多多指教。书馆，这什么原子笔？好，我们的钱都要花光了。等等，我觉得不能再乱买了，对不对？可以乱买吗？好啦，就买啦，管他的，老子有的是钱啊，对不对？到时候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省钱就好啦。变更装备，以后只能装两个。好，哎，有的是钱啊，可以的，可以的。个体互相接触就会有化学反应，就是说明也太奇怪了，好诡异。图书馆。亮亮的，阅读可以提升特定的能力值哦，所以要阅读，我们要多读书。这里都没有，这里都是我们不想看的书，所以它不会发光。杂志哎、欸，没办法靠近点看杂志，不行。你怎么了？在发呆？帅气的佐伯老师。今年的代课老师，哲学、社会科学，我看社会科学，杜工的人文历史，杜
哦，一个神木。OK， 七零年代受到空袭。对啊，他这个应该算是现代社会嘛？东京震灾，嗯，地表亚克罗斯塔岛立波塔竣工，还蛮特别的。还有温泉呢，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可以泡温泉。自提升了，我看一下我们提升多少。嗯，不是这里吗？确认状态。欸，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啊。都有点忘了。个人资料这里啊。字。还是有没有，欸，才补一点点而已。十分之一的星星而已吧。哇，这个气质非凡呢。不错不错不错，静音。哎，我有一支笔掉在地上了，我可以下去捡一下吗？哎，我想找我的笔啊！可恶，真是的，哎呀，哎呀，真是的，这视角有时候都会卡卡的，奇怪。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书，好像。没有别的书可以看了，那我们来找我们的表姐。她好矮哦，你看这个身高，她只到我们的肩膀哎，及肩而已。永远老师，好，别被安排，别被发现就好，被发现了，哦。是的，啰嗦的家伙。哎，欸，什么事情？好，也行。试着参加社团，这也是这学校真的好大啊！还好他这些都不能让我们进去，不然真的会太崩溃了。这里走回来了，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地方。有啊，会看留言啊，只是你们留言太多，所以是我就游玩为主。哦，差不多聊完了吧，我们可以踏出我们的校门了。哎，从正门走出去会有不同的状况哎。啊？哎。暗恋我的孩子。通り2年生の教室はさすがに行きづらくて。他是谁？从国中就暗恋我们的人。そうそう。お父さんも先輩によろしくと。ストップ。すまん。完全忘记了。ちょっとショックです。でもそっか。そうですよね。白痴哦，小学生现在都已经高中生了，最好会记得嘞。哦，这个视角，哎呀哎呀，玉藻空学妹，学妹，哇，他从国小就暗恋我们到现在，所以至少暗恋了四年以上了。对啊，还蛮感动的。ここの英流の道場で何度かお世話になった。お前、そらどうか。空小子。じいちゃんのところに修行に来ていた。懐かしい呼び方。感觉他战力非凡哦。ひどいですよ。我觉得他一定超级超强的战斗力，他小时候一定短发那种。トワ先生に挨拶したと。悪い。しかし驚いた。確か九州の方だっただろう。引っ越してきたのか。哦，哎，刚刚那个表姐。那个久远老师他不是说要给我们惊喜吗？就是这个。私一人で上京しました。生島流を極めんとするならば、若い人間分を広め、おのが修行の場を。そんな風にお父さん。それで東京組んだりまで。
真的是武术时代。三四年前は髪型も格好もワンパク坊主そのものだったじゃないか。三四年前。それがスカートなんか入り。羞答答，羞答答。ソラ。啊，被抓包了。是谁？他是谁？李喜相。こんなところで何油を売って。千秋。ってあれ。お、相沢か。这感觉跟我们是同年纪的。そう、そこの空とね。そろそろ稽古始まるわよ、空。先に道場行ってるからね。武道社的社员吧。はい。はい。なるほど。空手道社。そうなんです。今日のところは失礼。そうそう。ここ内の道場にも週一くらいでよかったらそのうち組。所以我们也有在习武哦，习武之人切记。やれやれ。しかし。呵呵哈嘿。ここの絵の道場か。想到再去。哎呦，被抓包了！老婆。時坂君も今帰り？还要跟我一起回家吗？ヒイラギもか。クラス委員の仕事で少し呼ばれていたのよ。それで。さっきのことはどういう関係なの？他又吃醋了。もしかして。ちげえよ。子供の頃の知り合いってだけだ。昔、じいさんがやってる道場で何度か顔を合わせててな。道場？へえ。時坂君って武術とちょっと意外だわ。ま、最近は全然顔を出しちゃい。脑袋中有印象。どうした？いや。ヒイラギとこうして話すのも同じクラスになってからまだほとんど話してなかった。没说过话，忽然间来聊天。そうね。せっかく同じクラスになれたし、改めてよろしくね。あ。なあ、ヒイラギ。哦，要问了。昔どこかで会ってた。え？他这已经装傻。这样的搭讪方式也太烂了吧！ごめんなさい。時坂君って意外と面白い人だったんだな。でも、一看我就知道。ちょっとベタすぎかしら。マジ。今時ステイツの男の子だってもう少し工夫すると思うわよ。都知道打马虎眼。そんなんじゃねえっての。そんなんじゃねえってか。もう何でもない。今のはとっとと忘れ。待って、気を悪くしないでちょうだい。そうそう、私の方からも聞いてみたいことが。お？聞いてみたいこと。昨日の夜のことよ。え？何をしていたか。え？覚えている？好可怕！他忽然间直接这样直接的问。え？完全都记得啊，全部都记得、啊。怎么回事？赤い裂け目。红色裂缝。果然被发现了。昨日の夜と言われてもな、遅くまでバイトが長引いて、その後は。ごめんね。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测试，因为他，我们那样问他就代表我们。有没有还有一点印象？可是他昨天对我们施展的魔法，应该就是有忘却魔法，就是应该要正常是要全部忘记。深夜の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るって噂を聞いて、気になっただけなの。測試一下，看我们还有没有记忆力。ほどほどにね。哇，他已经盯上我们了。走路摇屁屁。按下正方形有移动选择，瞬间移动去想去的地方。好，这节都要越是慢慢玩，越是比较能够了解。瞬间移动，哦呦呦呦呦呦！